没毛病吧？我真把自己整得这么不值钱，叫不下人，我还干啥呀？不是家人们，就连这点儿，连他都打不过，谁健康了？笑话我是吧？笑话我，笑话我！感谢王阿宝，感谢王阿宝。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到底不想好了是不是？感谢王阿宝，宝贝儿。不是你们不想好了是吧？丽丽，快点骂他！瓶子这个票上慢了，但是他也没偷塔成功，问题不大，我哎挺呀，解感恼谢了。感谢嘉年华！哎呀，这卖了！我这边也晚上了，我这边也晚上了东西，行了，你我这那边边也不晚那上边了。的，我卖了，反正就是，气死我那了！没办法，那没今办天法，真让这没个办小法。牛把弟弟给我军训了，那必须是给你军训吗？我天天被你军训，你偶尔军训你一下也。不足为奇吧？哎，你你把军你这训个我的手时机候给我叫放力哥好啊，留点面子。啊！把手机给我放好。现在不是力哥不力哥，你现在是我力弟，我在军训你呢。说吧，都怀胎几月了？来，等会儿。在那边，往后退，把你那两个大耳朵给我拎出来的，拎出来，我必须看到你那两个大耳朵。啊，你往下蹲，蹲着，然后抓着耳朵蹲，抓着耳朵蹲，啊，就丽丽，我丽，张仔，我再也不敢跟你犟嘴了。谁？张仔，张仔，丽丽，我再也不敢跟你犟嘴了，张仔，说十我遍，自己再也不敢跟你犟嘴了。啊，十遍。张仔，我丽丽再也不敢跟你犟嘴了。张仔，我那丽个丽劲，再也不跟你犟嘴了。怎张么仔，还我起丽来丽再也不跟呢？你犟嘴了。张仔，我丽丽再也不跟你犟嘴了。张仔，我丽丽再也不跟你犟嘴了。张仔，我再也不跟你不跟你犟，哎呀呀呀呀这呀呀呀呀呀！犟嘴了，张仔。怎么个事儿？哎呀，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那个怀胎10个月了，等我孩子飞出来了。张仔，我再也不跟你犟嘴了，我丽丽。等我血压上来了，来跳跳跳跳你那个舞，就你那个舞，啊，对对对，边跳边说，接着说，别停的，张仔，我别停止再也不跟你了，犟嘴了。张仔，我丽丽再也不跟你犟嘴了。到时间了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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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我看你天天吃好的穿好的，你又不动。你那个血压什么三高，等我上来了，你必须得运动啊，丽丽。那么多家人关心你呢，到时候插这个氧气瓶在直播啊，对吧？那平时动动呢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对吧？又不运动，为行你了，好呢。走了，拜拜。笑死我了。不是家人们，刷白忙再批吧。哎呀，拉胯了吗？拉胯了吗？刷白眼榜，家人们，延迟的退出直播间就好了。我看一看，我看一看，到底是延迟了吗？要给我撒谎，今天我就大赦天下，我直接脱了裤子，以后再也不播了。你们给我撒谎，
你们给我撒谎，我看！以后再也不播了。你们给我撒谎！你们给我撒谎！我让你们给我撒谎！啊，别的没学会，啊，撒谎！真延迟了吗？真延迟，我重新开一下，马上准备进我直播间，再让你们疯狂的拷打。